为了这个东西，400多公里的路程，开车硬是开了近25个小时，那种腰酸、脖子疼、肚子饿、眼神涣散的痛苦，你们经历过吗？我是周公，大家应该能猜到这是什么吧？这是一个礼盒，婚礼的礼盒。就在前几天国庆当天，我们公司有个部门主管结婚，在老家广东茂名，离公司400多公里，办喜酒。周公和一部分同事也过去了，我们分三个时间段过去。10月1号的婚礼，然后我们9月30号下午和晚上才去的。我现在想想都想抽自己2巴掌。我们分三批过去，第一批开车开了20个小时，第二批晚上去的，开车开了25个小时，那第三批更不用说了，哎，好在有个同事没有开给他的手动挡去，不然真的是又开到怀疑人生了。所以各位没有经历过堵车的朋友，遇到节假日一定要提前一天出行，7天半天都不行，不然就堵到你怀疑人生。